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为尽快打破僵局，启动歇美人计划，用意扰乱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他们准备制定样本，从本土运抵上海。木斋太郎命令严密防守，务必要安全抵达上海。国共两党都截获了这个消息，为此展开了各种部署。张子墨在延安接管训练班之后，悉心教授学员各种技能。这天，他正在教授学员迅速拆卸枪支，卫兵过来让他去见林主任。见到林主任之后，张子墨意识到他要接受新的任务了。林主任果然告诉他，由于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派他去往上海。大少爷，只有您的学员汪远。好，就这一点来说，你进训练班之后的表现我倒是还算满意。那您就别再奚落我了行吗？给我正经点。汪远不敢。你父亲曾多次找人带话来，要我对你严格管教，严加训练。我现在想对你说，你没让我失望。谢教官栽培。哦，对，还有一件事情，你的私事我不想管，但是你追林秋燕这件事情，我建议你回去问问你爹，看看他同不同意。报告教官，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得了主，用不着别人同意。好。有骨气，但是我要提醒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任何的男女私情都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我的事儿，我承担。你担得起吗？这后果可能葬送所有人的生命，你明不明白？明白。汪远惭愧。戦局は不幸にも退治の段階に入った。これは軍人として見るに耐えない。閣下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しかし我々は必ずや勝利を収めます。そうだ、あ、座れ。はい。7日後には砲兵の標本がフランスから上海へ護送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シエメレン計画が起動したのですか？そうか。印刷工場の準備は済んだか？ああ、全て整いました。標本が揃い次第印刷を始めろ。はい。間違いない。この局面を打ち切るにはジャン政府の経済を壊すしかない。ワン・ジンウェイ政府と共同で設立した東亜貯蓄銀行はこの計画においてとても重要だ。徹底的に管理しろ。はい。橋本君、行くぞ。飲みに行こう。いいぞ。
日军是在摧毁我经济之歼灭人计划已经开始实施，7日后将有重要物品由日本本土运抵上海。给野梅发报，务必截获这批物品。是。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一杯黑咖啡。好的，请稍等。上海站的外围联络员刘总裁，昨天晚上被七十六号抓了。叛变了吧？已经投敌了，但他很可能是上海站一个很边缘的成员。 谢谢。我参加了审讯，他只提供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为此丁力也非常恼火。他真的没有接触过上海站的核心成员吗？通过他的表现，我判断是这样的。他一再恳求丁力，给他点时间。 再好好想想。虽然我们跟上海站的人互不交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找一个特殊的方式提醒一下他们。明白。日军近期启动了一个名为“歼灭人计划”的行动。歼灭人计划？对，这是个很缜密、很庞大的计划。 核心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摧毁国民政府的经济。有再具体的线索吗？还没有。不过我相信，到了大规模实施的时候，会需要76号的参与，所以我需要你密切关注76号在这方面的反应。明白。看好了。 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报告，张教官，说要找你。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是。你们继续。是。来，喝水。 林部长，我是不是可以离开延安了？继续。放心，子墨保证完成任务。这是你的预感，还是你的预知啊？是我的分析和判断。我一直对我上次的误判感觉十分的懊恼。上次，你有误判吗？就是您让我当教官的那次，您忘了？这次没有误判？没有。 你来延安快3年了吧？是。其实，我第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我就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组织上派我来延安的用意。张子墨，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辈子？ 可能就默默无闻，包括死亡。怎么明白？您说吧，让我去哪儿？上海。
没心情啊？这可不是一个职业特工该有的状态。去准备一下。有任务。对。去哪里？ 上海，汪伪政府刚刚成立，日军就加大了清乡力度。他这是妄图消灭在敌后抗日的我军力量啊！同时还滥发纸币圈占土地，还想在经济上整垮我们。狼子野心。针对这次的事情，组织上准备做出回击。我得到通知。 延安将派来一名同志到上海协助我们打好这场金融战。是谁呀？目前啊，还处于保密阶段。哎，对了，有林秋月的消息吗？没有消息。 也未必就是坏消息。他肯定还活着，就是说，就是和你之间推测的一样，加入了军统。可林秋燕一旦加入了军统，整个体系会更加严重，局面也会失控。既然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就说上个月的皖南事变吧，虽然事后蒋介石发表声明。 说以后不会再做出任何针对我党的军事行动，但他的所作所为依然破坏了统一战线，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影响。同时糟糕，相见何及？虽然我们以后要面对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棘手，但我们依然不能放弃林秋燕，对吗？ 调查日本人启动的一项绝密计划——蝎美人计划。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代号：宋蝶。
哥哥，你们自个。お前ら下がれ。荷物が奪われました。何？ユーヤンルーにて護送の車が襲撃を受け、隊員は全員犠牲に。荷物が入った箱はすべて奴らに奪われました。四人組の女だと？中東上海駅林邦彦副駅長の分析によると、この四人組は軍当局のスードイエメイ。スードイエメイ。聞いたことのない名前だぞ。軍当局内部での呼び名だそうです。すぐに流動隊の取り調べだ。スードイエメイを探し出せ。はい。大庭广众之下行刺日本军官，最后还扬长而去，你觉得什么人干的？能速战速决全身而退，明显是受过专业训练，像是军统啊。不过军统这次做的太草率了，虽然说杀了几个日寇，但动静这么大，又打草惊蛇，日本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这件事情。你让人继续留意之后的事态发展。明白。奴の取り調べから須藤やめいの足取りを2点見つけました。今すぐ岡村隊長へ電話だ。憲兵隊の特殊小分隊を向かわせろ。君が隊を引率しろ。女どもをとっ捕まえろ。はい。待て。何でございますか。女どもを捕まえた後も張り込みを続けろ。協力者を割り出すんだ。はい。今天开始，咱俩就是搭档了。卢关照，免了。再说了，谁是你的搭档？我是你的长官。是是是，您长官。记住了，管好你自己，别拖我后腿。崔燕，崔燕，崔燕。
训练我这么喜欢你。这样吧，我哪儿做的不好，你说我改还不行吗？改什么改？你不是挺好的吗？要是改了，还是你王大少爷。这么说就没意思了。闭嘴，这是命令。好好好，执行命令。年轻同志的事，我听说了。他的牺牲，我很难过。当年如果不是他的介绍，我不可能有机会为党组织工作。燕青不仅是我的亲人、战友，他还是个孩子，也是我条胳膊唯一的骨肉，是我把他亲手送上了战场。但年轻没有后悔，我也没有后悔。自从我们选择这条路开始，我们都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行吧，老大，你就等着瞧好吧。散。哎。哎呀！你个老东西！你看看我脸，老大，
你到上海工作，是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布局，而这个布局的第一步就是让你潜入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你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直接去了德国慕尼黑大学进修。这里面有你在慕尼黑大学所有的行程，以及你的护照、来往船票的存根。记住这里面提及的每一位老师。 同学，慕尼黑的所有一切。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为你这三年销声匿迹做个解释；二，为你增加资历。仔细记住里面所提及的一切。好，我也会去到书店找一些书，了解一下欧洲的环境。很好。你回国之后。 记住，我下面说的是重点。由陈富明介绍给陈公博，继而由陈公博和陈富明两人将你引入新政府。陈富明。
汪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公博，伪上海市市长。有这两个人引荐，你足以在新政府谋得一份比较高的职务。那我跟陈富明是什么关系？近期我们会安排次聚会，在这个聚会上，我会将你引荐给陈富明。如果以后外界有人问起来你是如何认识陈富明的，你就提及这次酒会，并且告诉他们陈富明对你有知遇之恩，其他的陈先生会做解释。那是谁介绍我进入这个酒会呢？你现在对外的身份，上海新会商行总经理，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我介绍的，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对外我是你的兄长。进入新政府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对你的背景做严格的调查，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已经将你的姐姐转移到科技地，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谢谢。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还有上面记录的东西都记住了吗？记住了。有火吗？从现在开始我们之前的联络方式注意每天的申报，第四版寻人启事。另外霞飞路吉祥花店，你和霞飞路吉祥花店接头的方式。跟我们接头的人大概要夜里才能来吧，不如我们出去大餐一顿如何呀？哎，我困了，要去你们去吧。哎，大姐，要不然你给我们做点吃的呗，我可不想动了。然后呀，再上去泡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最好啊，再有个男人陪你洗。嘿，大姐，你做的饭呀最好吃了。好了，你们就少说两句吧。大姐，你们两个就确定他们住在这个酒店？老大，你放心吧，我和胖子亲眼所见，他们俩进去了。对啊，老大，我们俩都看见了。我小丸子自出道以来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我就不是小丸子。对呀，要我说，咱算了吧。
不是，他们有枪。死胖子，闭嘴！那不就一把破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啊。再说了，要是传出去，我们在道上还怎么混？没错。你，给我盯紧点啊。我们该出发了。万一抢走我，那咱俩小命不保啊！你说是不是？怎么办啊？我这样，走啊！跟呐。有意思，我原本以为只有四朵野梅，没想到又出来一朵。啊，还有一条杂鱼。你说谁是杂鱼呢？你信不信他打死你？杂鱼就是杂鱼。你是谁？我是谁？等我抓住你，我再慢慢的告诉你。行け通りにしろ。行け！はい！
害怕。对呀，没出息的东西。五人云，五入虎穴，他焉得虎子？哎，对，就是那个虎子。我跟你说，现在里边肯定已经没有人了，咱们快进快出，说不定还能捞点什么。走。是吗？先走，我来引开日本人。不行，还是我来引开他。我让你走你就走，过去都是我听你的，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快走。快走。死了几个人吗？还号称大老爷们呢！赶紧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说这地方有什么值钱的？对呀，这么多死人，不瘆得慌。你别说了，找到没有啊？老大，这地方啥东西都没有啊，要不咱走吧？再找找。奇了怪了啊！这几个人穿的倒挺光鲜的，感情也是穷光蛋呢。咦？这是什么？钱，真有钱！钱，钱！小丸子，爱死你们了！走呗！哎呀，走走走，别走走走走！跑得比谁都快。其实老天爷还是待我不薄的啊，起码他还是有这么一点钱的。哎，我们本来应该有很多钱的，那结果呢？可不嘛。那就这一点钱，还是从死人手里抢过来的。那老大，你说多不吉利啊？对呀。哎，流年不利啊，流年不利，关键还是栽在一个小娘们的手里。我真是喝凉水塞牙缝，我放屁他砸脚跟头啊！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胖叔，哎，什么事，老大？我说你俩今儿是不是上厕所的时候没有擦屁股啊？老大，这事也怨我们。这怎么不管你们俩的事儿？我说这，别开枪！别开枪！小娘们，是你？是你？哈哈。
哎呀，杜老板，瞧您说的，您今天做寿，我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没去成，改天一定登门赔罪。哎，真的对不住。好的好的，那公司的事情那就拜托您了。好的好的，再见。接着说。据了解，被杀的这四大名媛就是前几天击杀日本军官的人，而且日本人还发现了要和他们接头的一男一女。抓到了吗？没有。这两个人肯定是来拿密码箱的。他们也是军统的人？很有可能。去司马路21号的斯顿书店与我取得联系，与斯顿书店的紧急暗号是：我爸让我来收这5年的房租。陈兄弟，你怎么了？我爸让我来收这5年的房子。胖子石猴，过来！胖子石猴，过来！怎么了，老大？怎么了，老大？看那扫把星小子，你看看你，你怎么能去？你看他要死啊！我不去，我害怕。怕什么呀？他躺得跟死人似的。你不怕，你去啊！你走！让你看他要死。误会了，这一码归一码，我小丸子跟你扯个大着呢。哼，要不是看在是你跟日本人作对的份上，我才懒得救，算我倒霉。谢谢。哎，你可千万别说这个谢字啊！我告诉你，我跟你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你用不着给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客套话。你现在就养伤，养好伤之后你赶紧走，这是我小丸子的地盘。不欢迎陌生人。你放心，我现在就走。快点！老大，就这样让他走了？怎么着？供起来？哎，老大，老大。
这是咱们的秘密落脚点。你说那小娘们会不会告发咱们呀？对呀。嗨，放心吧，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找他，他是尼萨过河自身难保，是不是？老大说的对。哎，咱们也累了一晚上了，怎么着？饿了吗？饿了，饿了。咱们出去找点吃的去。行，好啊。进。麻雀来电，王远身负重伤，凤蝶下落不明。电令麻雀，不要离开联络处半步，等待凤蝶。自有四位上海人员于昨夜子时时分报死豪宅，疑杀人凶手系女性，姓氏不详，该犯二十出头，肩膀中枪。是取出来了，刀伤也处理了一下，你记住，一定要给他清换药，防止感染。你们，以他目前的体质，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但他失血过多，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谢谢你。这里发生的事儿，请不要跟外人提起。知道了，我懂。狗不理包子。哎呀，阿拉上海没狗比包子的。有嘛呀？哎呀，阿拉上海什么狗比包子？没有没有，就算了。走走走走走。没有开什么包子。没包子。调虎离山之计真高，屡试不爽呀。怎么样？好，好，好吃极了。卖包，卖包。
小娘们儿，对呀，咱们救那女的啊！你想想，她那天就穿着黑色的夜行服，而且肩膀处中枪，没错，百分之百是她。哎呦，坏了，老大，咱是不是惹麻烦了？你说这事，会不会牵扯上咱们呀？对呀，牵扯那是肯定的。你想想啊，咱们救了她吧，对呀，还给她包扎伤口吧，对呀，这怎么着也算是一个。 包庇罪犯罪，对呀，啊，包庄罪，怎么办啊？我还以为是日本人干的，没想到是他干的。哎，哎，守卫，从即日起，巡捕房全程缉拿凶手，凡举报提供线索者，特悬赏大洋100块。啊！ 哎，不，这事，上100块。对对对对。走。你是说？ 我们，不是我们，是我一个人。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知道了，您是马探长。哎，还行，有点眼力，还知道我是谁。您是上海滩的名人，有谁不认识您啊？那家酒店叫什么名字来着？叫同福大酒店啊，同福。 共同的同，福气的福，哎，哎，啊，开工，是。林秋燕，我看得很清楚，林秋燕肯定还活着。但日本人为什么要通缉林秋燕呢？ 他和那四个女人有什么关联呢？说不定他就是那个接头的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林秋燕现在就在上海。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是。
你得好好静养。我要去找凤蝶。不行，你不能出去。为什么？不但你不能出去，我也不能离开半步。什么意思？周长官电令，不得离开联络处半步。等待凤蝶，那是电令你。你在这儿守着，我要去找凤蝶。来上海这么久，你想家吗？还好吧，但我有的时候挺想我大哥的。都出国那么久了，也不回来。对了，其实我还有一个妹妹，但是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丢了。其实吧，我有点想家了，有点想我大姐了。秋燕的小妹，秋燕，我真想你。救你归救你，举报归举报，撇开咱俩的恩恩怨怨不说，谁让你值100块大洋呢？你就好好的待在巡捕房的大牢里，过你的下半辈子吧。快点！
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连我的钱你都敢骗！我告诉你啊，不出三下，立刻从我眼前消失。One, two, three！ 大哥，回来！钱要这儿了吗？哎呀，走了！那小子信儿应该没错。收队！收队！却来电，燕。凤蝶已归，四朵野莓殉国。凤蝶请求提供新美人计划线索。